活着演，没事吧？细心力的啊，一点也不疼，一洗就出来了啊，对，活着演，脏东西，在那一冲，哦，会演，对，会演，会演。一会儿让人看看，出来一块了已经，我觉得还有。哎呀。哎呀，老我在那还给他出来了好一块，已经出了很多了。哎呀，贝贝，这是恶心。他能恶心吗？他这才一丁点儿，是吗？比你那少多了，是吗？啊？不是二十岁，是应该是个东西。你看、啊，应该是个虫子之类的。哎呀，有可能是瞎碰。你看，这也不知道呗。他以前没闹过耳朵疼吗？没听，也是咱们不管家，人家听人家说。哎，真棒！现在住上把你弄出来个虫子。哎呀，你看，不是虫子，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墨呀，你打了，是个球啊。哪里有漏了？漏在衣服里头了。别放在衣服里头了，放在衣服里头。哎，贝贝，你赶紧看看，你看那是墨呀，你赶紧玩去。哎，你塞墨了，说，到时候有点塞墨了。啊，这是个墨，铁的吧？看着像塑料的，是个珠子。这真是你别瞎塞了。你什么时候塞进去的？这是几年了，跟着你。快来，我给你照个视频，回去找奶。哎呦，回去找奶奶看看去啊。等着啊，真行啊，贝贝，真是。可别塞了，耳朵也不能塞，鼻子也不能塞啊。他老是买，他说有时候一打火去的时候，冻有鼓了的那种。他说买我那耳朵，你看着我给你录个视频啊。